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六場國際三級賽2400米皇太后紀念杯準備好，你又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前面快啲嘅馬咧，見到就中檔位置啦，有呢只喜蓮巨星啦，內欄歡樂仍然都快喎，咁仲有粉紅眼罩入邊美麗傳承噶，咁中間黃帽咧，咁紅衫攝入去咯，有呢只達羅素啊，再外邊線路勇區走上去帶啦，中間奇畫出邊粉紅衫哈哈巴巴，好多陣嘅馬，有中檔嘅超有嚟，出邊精氣神咧就唔放喎，咁再喺內欄啦，大約尾四嘅位置就係嗰只英雄啦，尾三就係大情人。尾二喜蓮彩星就跟住英雄嚟跑啦，暫時殿後咧就係嗰只大紅桃嚟噶。好啦，轉呢個馬房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咧就呢只線路勇區，佢又放咗出嚟跑噶啦。跟住喺第二位有美麗傳承啊，第三位喜蓮巨星出邊咧仲有一隻告東尼嘅馬，紫色眼罩係奇畫啊。再後邊內欄第五位歡樂盈盈，跟住第六位黃帽達羅素，再落後個零身位後邊嗰群馬啦，粉紅衫有哈哈巴巴，出邊精氣神走上去搞搞陣先。尾五嘅位置咧，仲係呢只英雄啊！尾四大情人，後邊三隻仲有超有理啦，喜蓮彩星內欄尾二仲係跟住英雄啊，包咗落尾嘅馬咧，都仲係嗰只大紅桃嚟噶。好啦，跑到去對面直路嘅中段啊，過咗千二米段處，千嘴上喐動唔大噶啦，線路勇區依然係自己放頭啦，跟住喺第二位咁啊有奇畫噶，咁啊第三位外邊超有利走咗上去，第四位內欄粉紅眼罩咧就美麗傳承，中間喜蓮巨星出邊咧精氣神上去啦，再內欄位置歡樂盈盈紅眼罩粉紅衫騎緊嘅，咁啊後多少個馬有達羅素黃帽移咗出去啦，尾五仲係英雄，尾四哈哈巴巴，尾三喜蓮彩星仲係跟住英雄，尾二位置。就大情人包咗落尾嘅馬咧，就係嗰只大紅桃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咁啊過呢個600米段處，前面帶頭嘅馬線路勇區，跟住第二位超有利，內欄咧好輕鬆，美麗傳承啊，出邊有精氣神啦，黃帽第五到啦，外邊咧就達羅素，咦，英雄要內欄揈咗出去啦，再後邊嘅馬喜蓮彩星仲係跟住英雄，響內欄搏咧就大紅桃嗰啲馬鬥到嚟最後三百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咧見到就係英雄啊，喜蓮。彩星咬上嚟追佢，再喺入邊位置仲有達羅素，後邊咧仲有呢只大紅桃，最後100米，英雄壓住喜蓮彩星，後邊達羅素，出邊咧仲有大紅桃，接近終點，英雄依然係壓住喜蓮彩星啊！喜蓮彩星一路內閃啊！第三名嘅馬咧有外邊大紅桃，入邊啊達羅素啊！咁啊，結果咧兩隻其實都係跟住一齊跑噶啦。英雄就主動權佔先，同埋只馬咧走規方面肯定比喜蓮彩星好。喜蓮彩星喺第二位嘅，全程跟住英雄嚟跑，但係直路上面內閃得好緊要啊，唔係好遠出頭啊。第三好後追上嚟嘅大紅桃達羅素跑第四，莫雷拉再騎英雄今次保中啦，2.1倍啊！偉大嘅喜蓮彩星跑第二啦。沿途留得好厚啊！大紅桃，大紅桃啊！包尾入直路啊！蘇兆輝呢日跑第三，第四就係大羅蘇啦。根本三號、五號係一個組合嚟嘅，你睇下沿途跑線一模一樣嘅，三號上、五號上啊，一路釒住，咁臨尾追唔翻嗰一個馬位，冇得講啊！三五六九，2分25秒48，好好時間啊！莫雷拉第三場頭馬啦。3569咪終於小家都有翻場大賽贏啦！英雄贏到今屆嘅皇太后杯，跑翻里半啊！呢啲馬匹都係現真身嘅時候啦，亦都恭喜馬主啦嚇，有25萬嘅遞增獎金啊，又贏咗三級賽咯。嗯，之前二班嗰場已經攞咗75萬嘅啦。應屆昆士蘭打比嘅民主。嗯。咁跟住再之後就應該係遮打杯啦，照計就。果然上次跑得好嘅美麗傳承就真係用得多啦嗰場啊，之後喺操練都睇得到喎。我睇你左邊贏3揀1 A 一界嘅熱門17蚊。冇錯啦，都係好似一如以往咁啦嚇，係崩尾嘅。跑到6場之後，
草地啊進行緊個壓地噶啦嚇。跟住到杯王啦，睇下今日兩個杯可唔可以俾佢捧曬啦？只明月千里啊，馬王喺後面守住。莫雷拉冠軍騎師，再捧大賽。好啦，跟住影翻幅大合照啦。啊，幾分前一步就大家都影到啦。好啦，睇完個頒獎，睇翻個巡邏影片啊，2400米嘅長度。好啦，咁起步嘅時候啦，咁啊，即係個個都唔係話好想走住啦，都係線路擁區咧，都係會透出噶啦。之後啊，開邊咧白衫吸緊埋嚟嘅，咁啊跟住佢只就哈哈巴巴嚟嘅。中間位置幾隻都係告東嚟嘅馬啦，分別喜連巨星啦、奇畫啦，咁啊貼欄就見到美麗傳承啦。不過呢場睇翻嗰個段速放出嚟都相當快啊。咁啊後邊啊歡樂盈盈啦，貼咗條欄嘅灰馬。喺個右手邊咧就係黃帽紅衫嘅就係達羅素啦。咁啊出邊就見翻哈哈巴巴啦，跟住佢就精氣神啦。呢度咧中間有啲擠碰嘅就係嗰只大情人。同埋嗰只超有利嘅，咁啊，另外英雄啦，喜连彩星包尾咧就系大红兔，咁啊碰碰下超有利，佢对面都要上去噶啦吓。前边就四只马入边有三只高东嚟嘅，得一只大魔嘅美丽传承守住喺个内栏嘅位置嘅啫。不过相对嚟讲，你见到大红兔嗰个走位就冇英雄啊、喜连彩星嗰啲咁灵活啦。咁起步拖咗佢响包尾啊！咁其實去到即係差唔多轉直路彎嘅時候，之前就想攞出去嘅，但係都係唔好啦。跟住又蝕翻埋喺埋邊嘅，其實呢度就跟翻偉達條路上，可能有啲啲錯咯，我覺得。偉達一路跟住莫雷拉啊，係啦，佢轉佢就轉噶啦，總之係耳仔底噶啦，係啦，跟你揾食，咁真係幫我開埋條路嗰度好嘢喎。咁跟啱人嘅都嗬。蔡若翰嗰隊一路都喺開邊嘅，都係同上次一樣咯，即係個睇法都係，即係唔夠級數咯。即係雖然有讓榜，不過達羅素都已經好好嘅啦，算係唔錯啦，好好添。但係你相對即係嗰幾隻馬嚟計，就係即係級數係有分別。係啊，莫雷拉仲揞埋只哈哈巴巴添，係啦。咁啊，偉達話：喂，唉，等埋等埋，誒呢個位未刪，啱啱好啦，上下嚟啦。咁隔離嗰只要冇嘅，當然啊。咁但係改唔到，依然就係內閃個問題咯。一來可能就可能只馬就可能冇乜力啊。咁啊臨尾轉埋腳啦。係啊，以為拍咗上嚟咯，但臨尾都唔多。可能狀態都可能推到去一個咁。即係打杯會再高啲啦嚇。大紅桃啊，遲咗佢哋兩拍出咗嚟。追翻個第三。追唔到啦，太後啦。但係驚喜嘅係哈哈巴巴嘅，其實佢都係喺前邊翻嚟嘅。亦都睇埋呢一個分段時間啦，24秒66、23秒59、24秒84、24�秒23、24秒31，每段23秒85咧就偏快噶啦，2分25秒400快過標準時間咧2秒幾啊！